土超三豪门瓦基弗掉队，伊萨三比零科内利亚诺，费内巴切三比一斯坎迪奇。2018-2019 赛季女排欧冠四分之一决赛第一回合，来自土耳其女排超级联赛的三支豪门俱乐部只有瓦基弗掉队，2-3不敌莫斯科迪纳摩，其他两支俱乐部伊萨奇巴西3-0科内利亚诺，费内巴切3-1斯坎迪奇，均取得了开门红。伊萨奇巴西客场3-0完胜科内利亚诺，25-21、27-25、25-22，博斯科维奇25分，40扣23中，2篮，金岩14分，26扣12中，2发，拉尔森9分，吉布梅伊尔4分，希拉12分，20扣12中，法布里斯9分，希尔7分，弗里6分。德克勒伊夫5分，蒂罗奇3分，沃沃什2分，洛2分。扣球49-39，篮网2-4，发球6-4，自失21-20。费内巴切客场3-1力克斯坎迪奇，25-19。23-25，25-19，25-21。瓦尔加斯21分，43扣18中，2发，布里西奥21分，37扣18中，2发，埃达13分，16扣11中，2篮，拉巴德杰耶娃12分，20扣9中，2篮，巴巴特9分，安东尼耶维奇2分，哈克24分，55扣22中，2篮，L 博塞蒂11分，27扣9中，2篮，瓦西列娃7分，阿德尼斯亚6分，米切姆5分，马里诺夫4分，斯特万诺维奇4分。扣球63-51，篮网9-9，发球6-1，自失23-20。瓦基弗银行客场2-3不敌莫斯科迪纳摩，25-20，23-25，23-25，25-21，13-15，斯洛赫耶斯26分，57扣24中。1篮1发，6失误2被拦，朱婷24分，47扣20中，2篮2发，2失误7被拦，28个1传，罗宾逊14分，31扣12中，2篮，2失误4被拦，42个1传，拉西奇12分，15扣5中，4篮3发，2失误2被拦，阿克曼7分，厄兹巴伊6分，5发，泽赫拉1分。冈察洛娃26分，61扣24中，2篮，1失误9被拦，费蒂索娃19分，17扣10中，8篮，柳布什金娜12分，18扣8中，3篮，谢尔班8分，哈维尔科娃7分，奥格涅诺维奇2分，4扣1中，1篮，拉扎列娃2分。扣球64-60，篮网15-15，发球11-2，自失29-19。诺瓦拉客场3-1力克斯图加特，25-19，26-24，19-25，25-20。埃格努33分，56扣28中。3发2篮，巴奇14分，32扣13中，基里凯拉14分，13扣7中，
武兰二发，皮奇尼尼十分，维利科维奇八分，四兰卡利尼四分，里弗斯十六分，三十六扣十四中，麦凯奇十二分，十六扣八中，四兰威尔海特七分，舍费尔七分，皮塔普七分，克斯特纳四分，尚多尔三分，波尔三分，范达伦三分。扣球60-51，拦网16-9，发球8-4，自失24-11。